thế thì chưa thế là nào?少爷，这个女人的身份资料全部都是伪造的，还有她的人际关系很复杂。我不是一直站在你这边吗？对了，你能跟我解释一下？老师，干嘛？我先病一下吧，玉兰刚刚要我了。你还记得这份投标书吗？怎么了？我们的竞价被人偷了。这个资料只过过你的手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。不要误会，我和唐子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几天不见，都学会心动投标了。都是我的错。没事，你饿了吗？一起吃饭吧。别着急嘛，康总，公司的财报有问题，在清算期间，请您先在家里休息。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？康康姐，你误会我了，这还真不是我泄露的消息。不是你，还能有谁呢？宝贝，帮我收拾一下东西，我去休假几天。富有集团的人办事效率果然高啊！怎么，没想到是我？也是，大家都说你宠我，可是那有什么用？风光的还不是你康总？我走了，你就。如愿以偿了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有的人可能一大名。终于是我的了，恭喜！唐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个位子不适合我，是表妹让我做的。我又蠢又单纯，我怕。有我在呢，放心。郑总，这合同您看一下。我什么都不懂，这个不敢签。我帮着康青把公司做大，这你还不信我吗？你放心，从我选你的那天起，你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哎，对了，公司晚上给你办了个就职会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郑总你好好准备一下。作为富有集团的代表，我特地与你准备了一个大礼。康子哥哥是什么？康子，你疯了！